蒙蒙一片，江苏省刮起强风，能见度极差，行人骑士都寸步难行，还有铁皮挡板被吹飞砸到路人。老板，请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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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的广东水灾严重，一辆卡车被冲到水里，几乎被灭顶，车上人惊险爬窗逃生。困住了，南部的路上一个河挨着河的。就连救灾的两名特警都先后被洪水卷入排水涵洞，靠着自救惊险脱困，就是一直让自己尽量的漂浮在水上，就在那个涵洞的上方，手呢是一直摸着那涵洞走。如果我认为我的手能够在直起来的那一瞬间不再是涵洞的那些钢筋水泥，那我就是肯定是出了涵洞了。广东灾情惨重，大陆官媒形容珠江水位上涨高度是超百年一遇。从空拍画面看，江边两旁的公路都有明显淹水，车辆缓慢行驶而过。18、19、20，降水进一步加大。作为对粤北的地质灾害以及滑坡啊、泥石流等等这种灾害呢，会特别的明显。目前累计117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未来一周珠江流域还将迎来新一波降雨，水灾还没到尽头。TVBS新闻专访陈玉文综合报道。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